一鱼池的深海苍蝇还有70家，可获得4.8万分，看得开心可以99支持一下。我好害怕，我到底死了还是不死了，我都不知道要干嘛。小牙子刚才昏了吗？昏了，躺在那了，我躺了，我都直接站不稳了。我操，可以的，赢的感觉真好，赢的感觉是很好。来，你们赢的积分呢？要不然我们积分。来了，来来。双着双拳，双拳，人一躺布一盖，全村老少等上菜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娱乐身体，我的妈呀，牛逼！感谢各位兄弟，欢迎我天一哥，欢迎天一哥。弹屁股，弹屁股，这爬上去。举起来啊！这他妈真的人白布一盖，全村老少等上菜。来吧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来。我帮你收着，来这个皮拿着。就一根皮，全部给他放我这儿。就一下，就一下。就一下，就一下。谁第一个？当然队长第一个了，队长第一个。来一下，来一下。我能预约峨眉的屁股吗？不能。预约峨眉的屁股。你们是获胜方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好，来。不是，趴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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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拍不了，直播都拍不了。好，就这样。看老嫂子，老嫂子，看老嫂子，黄色是吧？好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有点狠了这。小梦仙，我操，疼不疼，老嫂子？啊！那马上攻击我了。瑜伽裤的疼吗？还穿牛仔裤的强。把橡皮筋穿进去，橡皮筋站起来，把橡皮筋穿进去。橡皮筋，橡皮筋。我想弹贝贝，疼不疼？穿牛仔裤弹的疼不疼？穿牛仔裤弹的疼不疼？我拉，来，待会儿拉满弓啊！拉满弓，一。小夹子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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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疼呐！我操！小夹子好狠啊！下一个。小夹子拉满弓。小夹子，小夹子好狠啊！现在把老山给弹哭起来。对，拉满弓。那是老山帮我打的。拉满弓啊！对，把衣服给他掀开。对，有劲啊！拉满弓。全力以赴啊！头，哎呦！我操！梆的一响，屁股 Q 弹，我操了，打麻了都。下一个，好来了，速度这个有点疼了呀。女武神来了，女武神来了。屁股没有更痛，好，女武神来，谁弹呢？好，来了 ，Good morning 来了。谁是猫宁叔叔？好。这个没肉，拉满弓，拉满弓，我操！断了呀，猫林林，我操，这把是真疼了，这把是真的痛，我操，这些人想的损招啊，我操，好痛好痛，他们想的，谁？队长是不是？不是，下一个，好疼。下一个瑜伽裤来了，来瑜伽裤来了，瑜伽裤来了，瑜伽裤来了，这个疼痛了，这个肯定疼的，肯定痛了。好，大林来了，大林轻点是不可能的，轻不了一点，我操，必须使劲，大林，这要命的，这必胜的力气，来，我操，好嘞。这把有点狠呐、啊！我操嘞！这是真的痛啊！真的痛，真的痛！大林，你他妈真该死！大林真该死啊！所有人都痛啊！特别痛，瑜伽裤！跟没穿裤子一样！我操嘞！打麻了都好，又是个瑜伽裤！我操，又是个瑜伽裤来了！这吓得他们明天都不敢穿瑜伽裤了，这。
来吧来吧来，来又是约阔，来了，来了来来来来了，拉满弓啊，拉满弓，我操，好狠啊！哎呦我操！放水了，放水了，放水了！你竟然放水了，小月，你竟然放水了，你！我操！拉出去！一点都不痛，不算不算，重新来一下。痛！我试着痛了，有点。肯定痛了，怎么可能不痛呢？腰子不擦爬。我刚才讲的是什么？白弹两下，拉满弓。牛仔裤怎么疼？牛仔裤怎么可能不疼呢？牛仔裤，有你有你。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。哎呦，专业，这痛啊这！好，来准备拉满弓。我操，这是真的痛啊这个！啊，痛的痛的，牛仔裤都弹得疼的。好痛啊！我操！谁？不知道是谁。我操！邦当一响。这个彪子好像很容易打哭。打哭他。啊，老爷子来了。使劲啊！全力以赴啊！全力以赴啊！把他上面的衣服给扒了。对，给他扒了衣服，扒了。肯定要扒开衣服，给扒开。对的，衣服扒开，好。他骂我，他直接骂我。骂是弹死他，拉满弓。弹他。好。别动！哎，痛，还没别动！哎，别动！不要把那球，把那球，把那。中间。把那个，没事，把那个压在下面。好好好，没事。没事，放中间，放中间。好好，来来，准备拉满。拉满。哎呀！好像不是那个地方，打的屁啊！打的屁啊！你们这个，我操！我操！地方没打碎，打的地方打哪里去了？打哪里去了？屁沟，屁沟里面去了。对吧？但是我操！你还打歪了！我打歪了。不算不算，打歪了。打歪了。打歪了。我操！这一把的八卦戏，我操的！我操！打屁眼上面去了。打鸡巴上去了，谁啊？还有一个，还有老咩子一个是吧？把他打哭好吗？把他打哭，把他打哭。一下就打哭了。拉满弓，拉满弓，拉满弓。好，趴好，拉满弓。什么来？拉满，拉满，拉满，拉满。我操！我操！哎呦！他打一下。我操的！太狠了，这疼的，真的很舒服。我突然感觉我脚趾头不疼了，脚趾头突然觉得脚趾头不疼了。好，恭喜你们赢了，瞬间不疼了，脚。接下来马上进入反攻的时间到了，还有下一轮的机会。来，这组有体重优势啊，来上球。上个厕所去，一分钟快跑过去，跑步前进快点，一分钟一分钟。那是真疼，我操，女武神的叫出来了，女武神呢，女武神呢，在这里，在这里还捂着屁股的，疼不疼，是不是？疼。还捂着屁股的，这不打了一条印子出来，今天这。连武神的叫着疼出来了，我的天，那是真的疼呢。没比之前让他们说是。对，没比之前让他问他们玩什么惩罚。嗯。没比之前问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些人先把惩罚定出来。有的人受不了。弹屁股。弹屁股。我操。肯定弹屁股啊，我们肯定定弹屁股。哦，他们定弹屁股惩罚。弹雪子。弹雪子，好好好。这些人说弹雪子。小心，但是我们组的弹屁股。弹雪子可以啊，我觉得挺好。你管他，人家说弹雪子，弹雪子。那我也。那万一你们输了。这惩罚好。这把怎么说啊？弹雪子怎么了呀？我操。好嘞，你们赢了弹他们屁股是吧？他们赢了弹你们血子，他们赢了弹你们血子。你管人家有没有血子，他要弹你血子。我操！我操！吓得赶紧捂住血子，吓死了！我操！保护血子，保护血子。这把我们必输。输弹血子，全是小矮。怎么样了？我们赢了弹你们血子，你是小矮，你们我们输了，你们弹我们。没事，我没有，你随便弹。没有才疼呢。没有才疼呢。没有血，太疼了。都在摸纯血。你直播界面怎么怪怪的？因为我是拿的那个新版，我调不过去了。调啊，会好调啊。急着给他调。内衣脱了弹呢，我操！变态！操嘞！我操嘞！
我他妈服了，我操！好看，爱看。小葡萄，我操！小葡萄好了，别弹了，别揪，别揪，下次我揪你，揪小葡萄。先拿瓶水吧，吴总，拿你瓶水。啊，你还可以，他说揪小葡萄，我操你！可以啊，我不介意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啊。正能量好不好？我们小正能量。那不可能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一个比一个狠，我操，就小葡萄。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玩嗨了，这是。没这么狠，你说了。这一轮大家应该知道吧？这一轮。知道。双方选手撞倒为止，撞倒了为输。哎，不是还是要画个圈吗？撞倒。画圈把它拱出去呀。倒的话很容易倒，要把它拱出去，那个圈还是把它画出来，跟上次一样把它拱出去过瘾，画大圈。兄弟们，咱们有那个珍珠贝的所有家人们一起丢一丢去嘛，我们现在还搞第十一名，还是搞绳子围个大圈，不然的话他那个要把它撞出去才有意思，不然一倒就没了。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目前的话，这个多少排名第几？我们排名第十一名，兄弟们，我们怎么到十一名了？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把背包里面珍珠贝全部清空，全部清空。十二点前要截止啊！所有兄弟把珍珠贝全部清空。我们现在九十五万，我们现在95万，九十五万，往上面冲一下，我们95万往上面冲一下，冲到100多万，兄弟们，冲上去。前十可以拿个 VIP， 前十拿个 VIP， 我们直接纳入进去，兄弟们。谁说我们游戏区的人多，我们户外人也多，兄弟们。这是我们户外的面子，兄弟们。红湖小妖户外的面子，兄弟们也得冲一波，兄弟们。干了前十，全是游戏主播，就红湖小妖纳入进去。好像不用。得包里面珍珠贝，休息好了没有，妹妹们？包里面珍珠贝全部给它清空，兄弟们，全部清空。我们队员还没到齐呢，等一会儿。还没到齐吗？抓紧时间啊，赶紧开始啊！谢谢各位家人们的支持，咱们没有那个珍珠贝的兄弟们可以送那个秘境，送完之后就有珍珠贝，大家抬手，兄弟们抬手。惩罚阶段，贴一个说什么呀？惩罚阶段的话，我喊全站，兄弟们弹幕跟进来的，弹幕跟进来的，跟进来的人要珍珠贝，喇叭不让写。好的，谢谢我天意哥，感谢我天意哥。OK， 好的，天意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惩罚阶段。来，双方选手先把惩罚定出来。输的一方之前上一轮输的一方说，这把如果赢了，就弹你们的屁股。那个这把如果你们再赢的话，给他们定什么惩罚？弹雪的吗？弹雪的吗？啊，不要。啊。没有了怎么办？我疼啊！你们谈他们呀，再说吧，再说吧。再说，赢了再说是吧？好，这样吧，等赢了再说，好吧？正能量，好嘞，正能量 ，OK。好，正能量。双方选手第一个出场的是谁？来准备。第一个出场的出来。双方第一个选手。谁是队长？他们先出嘛。好，猫宁出场，猫宁出战，谁应战？贝贝应战，好。来吧，双方选手就坐，请穿好防护。安保人员注意，他们一旦头朝地。听我说，
倒了以后，头缩进去，再把头伸出来。先脱掉。穿拖鞋容易滑倒。来，双方先放狠话，来这边中间，来我中间。来，双方选手来我中间，好，就这样放狠话吧。到中间来吧，中间来，中间先放狠话。啊，不是，你把球放那里，球放那里，球放那里，球放那里。我就在这放。好嘞，说。你死定了！我操！他说你死定了。寡妇呢？后面有背带。他骂你老太婆，你能忍吗？想你。我操！背起来，背到肩膀上面去。他骂你傻逼。少岁婆娘怕。他说傻逼姑娘给我爬，你能忍呢？然后两个手扶这儿，先忍一下。啊？先忍一下。这怎么？他说要把你撞飞出去，你能忍？你会被我弹飞出去。哦，好嘞。飞起来。他说这把撞了你，你妈都不认识，撞了你。我他妈把你撞飞！我操，他也忍不了了。我操嘞！我要长话狗兄们。他说这把把你撞的飞得很远要。我站在这不动，你自己就飞了。我操，好嘞。听见没有？好嘞。打的时候打的话，头出去，你跟我说。他说这把他不把你撞飞出去，他吃屎。吃屎。你说。吃屎吧。我操！笑死我了！我操！好，不说了，兄弟们，当传话狗真开心，兄弟们，难怪兄弟们喜欢传话。我操嘞！让他吃！我操！介绍他们开始。好嘞，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！撞他！撞！谢谢我幺幺哥，谢谢幺哥。咚！哎，就撞就撞，撞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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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出去！侧边滚，侧边滚，侧边滚，撞边撞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哎，撞吧，撞出去！先把他拉开吧。哎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他可以撞啊！可以撞出去哦。本来就是这样撞的。换个地方撞。快快快快来，莫林！马丽，快快快，再加油！快了，快快了！我操嘞！我去！好，实力对抗了，先力量对抗。好，实力对抗，力量对抗，力量，快快，马丽，快快！哎，快了，快快了，再攻！哎，没了，快快攻！快快，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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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丽，机会！还一点点了，还一点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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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呀，加把劲！哎，还一点，还一点劲。不是输了吗？还出去了吗？人呢？出去了，让人就出去了。好，猫林获胜，恭喜猫林！我操，拿下猫林，牛的呀！恭喜猫林获胜，1-0。目前的话，猫林是哪一队的？猫林，小胖那队的吗？好，猫林是小胖队的。好嘞，小胖队1-0，老草的队，帮我统计一下，兄弟们。好，他们先出人，现在他这队他们先出人，他们先出人，这吧。快点，队长出人，老草的发人过来，快点。出谁？好，自己出场，看来是喊不动人了，自己出来了。你们出谁？小贡先，好。你确定？他不是队长啊。你管他是谁，你这把可以你自己选，选人干他。小木贤上是吧 ？OK， 好，小木贤来，小木贤对战我们的那个老嫂子，但先别钻进去，双方放狠话来，过来，就中间来，中间来，老嫂子过来，双方放狠话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服就不服你，我跟你说看不惯你，我弹你血子，随便打，来来，你干啥？就你葡萄，好，你们先套进去，套进去，我再给你们传话。这样传话一点都不精彩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进来啊！说实话，这把有没有信心想对他说什么话？走了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哇！
你偷偷跟我说，偷偷跟我说，跟兄妹说就行了，没事。对，我要把他的黑丝撞烂。OK。我来传话了。背上老子说，他说看你很不爽的这个黑丝的话，他今晚得给你拱烂。我看他也很不爽，臭瑜伽裤。我操！他说你这穿瑜伽裤装什么逼呀？说你穿瑜伽裤。我就穿瑜伽裤，大哥喜欢怎么的？我操嘞！快了，再勾一下出来。背上，然后他说他就是要穿瑜伽裤，你装什么逼？说你穿黑丝。我给他扣个洞。啊！他说他看你很不爽，已经很久了，今天非要把你撞飞。那让他用实力来说明。好嘞。不要。他又说了，你装什么逼？今天必须搞死你！说要，你能忍？你让他给我等着。好嘞。好嘞。别传了嘛。他说 OK， 我们实力缩小，开干好吗？这位好，别墨迹，搞快点，真墨迹。好嘞，准备好了没有？3、2，冲！一定要冲过去，冲过去最快，越快越好。我操嘞，纹丝不动，我操！哎，完了，哎，危险！完了，危险！坏了！小妹倒了，坏了！哎，机会！勾一下，勾，再勾一下，勾进了，勾进。哈哈！小样吧，干死你！我操嘞！好，恭喜老嫂子这队获胜，1-1，虽败犹荣，这把随便，头没事吧？没事啊，现在。这里好痛，现在的话，刚才的话，我看你眼中有杀气，我操！那一瞬间，没有吗？晚上别给他干起来了，晚上，我操的，太狠了！这女人打架就是这么狠。我们拍一个。拍谁？你们上头马城拍了，上头马城是干嘛呀？好，这把的话是老爷子出场，我操，完了。我看见他最可以说，看见我觉得死。上等马对下等马，上等马对中等马，他是老爷子中等马，老爷子属于中等马。老爷子有什么话对他说的？轻点。姑娘，他说了，不要看你这是个子大，这把就把你给搂出去，你这输了有点掉面子啊，你想对他说什么？他死定了，让他保护好自己吧。好嘞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他说看你很不爽，已经很久了，这把不可能轻，必须让你起飞直接，你能忍？忍不了。忍不了是吧？退一点。他说忍你很久了，忍不了，必须干死你这把。干死他是吧？好嘞 ，OK， 好，既然双方已经想干死对方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，准备啊，3、2，直接干。我操，直接飞出去。我操了！我操了，吓死了！直接起飞，我操，牛逼呀、啊！体重的优势啊，无敌呀、啊！无敌的存在，直接死！估计搞我的搞定了，搞定！老爷子被秒杀了，秒杀了，老爷子被秒杀了。好，好，下一组出人，下一组老嫂子出什么人？老大出谁？好，目前是2-1，对吧？目前上了几个人？三个人是吧？上几个人了？这是第三个是吧？这是第四个，那就2-1了。现在背着把手背在肩带里面，就背书包一样的。啊，这我操，夹子登场了是吧？背书包。了吗？夹子对女武神，谢谢我瑶瑶哥，谢谢各位兄弟。夹子对战女武神，夹子这把的话想对女武神说什么？小小看了咪，你怎么敢的？我操！好嘞。一定要背到肩上。叔叔，
刚才他居然说你小小卡拉米什么女武神，那就是屁，你怎么说？你骂我，你吃亏，你就是个小乌龟。我操了个逼！接着的，这下听到了啊，评委都听到了。他说你就是个小乌龟，你装什么逼呀？你说，他说你小乌龟呀、啊。这是一个大短命哥。我操嘞！他直接用方言开骂了，你能忍？丈母娘。我操，好，要准备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啊！准备了啊，等会儿我吹哨。好，先把愤怒激起来，愤怒已经起来了。预备。好，等会儿是吧 ？OK， 等会儿。来，预备，冲过去，夹子，先出有优势。哎呦，我操！完了，不冲了，不冲了，危险了，不冲了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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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，把他扶下。哎，好好。哎，站好。哎呀，还是不行，女武神还是有力气的，女武神。完了，夹子挡不住了，可以。坏了。我操嘞！我操，女武神有点东西啊！哎呀，夹子被撞得乱滚了，夹子。哎，危险！完了！好，夹子反败为胜了，还。有点可惜，夹子牛逼，看得太精彩了，对吧？看得真过瘾。绝地反杀，牛的呀，对吧？绝地反杀，不知道啊。没趁他病要他命。对，直接趁他病要他命。抬过去。还是仁慈了，这把仁慈了。我操，牛逼啊！仁慈了。可以啊，夹子有点东西啊，不科学啊。夹子人称小推土机啊。女武神被夹子二连杀了，确实。好，目前双方比分2-2。目前双方比分是2-2。这一轮的话，应该是由这边出人了，这边先出人。来，小胖，你们这组谁出？出谁？好，队长出。好，小胖，这一组出小胖，对方出谁？对方谁敢应战？好，老三的印章 ，OK。随便。兄弟们，要不要放狠话环节？那就不放了。我看兄弟们老是很急的样子，那我就不放狠话了，兄弟们。喂，我看兄弟们都说，就是搞快点，放啊，要放啊，要不又得装床狗啊，兄弟们。好，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？撞死你！我操，直接让他死吧！我操，好 OK。刚才对方传来的话说，直接让你死，你活不了。你输定了。让他死是吧？你输定了。哎呦，我操，那个 DJ， 他刚才说你赢的可能性不大，你怎么说？小卡拉米，等着吧！我操了，直接开狠话了，我操嘞！他说你是小卡拉米，你给我死，你能忍？谁死谁不知道呢？谁死还不知道是吧？好菜，对了，好，最后一轮话了。他说你装什么逼啊，直接让你飞出去，我操嘞！死三八了，我操嘞，忍不了一点了。好，准备好，三。好，等会暂停一下，暂停。好，准备好，三，二。我操！哎！完了！危险！哎呦！小鲁班有点东西。哎，不要拖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现在？手要扶着这个。对，手要扶着那上面的，离着那个。停！暂停。还在那里停，别动，你还在那里。别动啊！你手不能松啊！手要扶着，一直扶着这个。对。你不能
两个手搞断的，手不能松，要捏着这个，对对，要提着。但是手搞断了的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一直捏着这个不能松。好，别动，你站这地方不动。好，双方选手退退退退开，双方再退开。好，第二回合，第二回合都退，退开都退开。谁冲谁有优势。对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！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！哎呀，我僵持住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僵住了。力量的对抗。好好，停停停，第三回合，第三回合，退退退。没办法，你僵持住了，你不耗力气没用的。来，退退退，争取一把把他撞飞出去啊！好，退退退。对，一定要进攻，最快的速度冲过去，一下子把他撞飞。你不撞的话，他就那个没办法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这个出了线就输了。啊。你不会玩，我发现你们每次撞不了，你这个手的速度把它举起来。对，这样才能撞，你脑子不能立着。来，准备一二。哎呦嘿，这把撞的有点凶，好。哎，又是力量对抗了，又是力量性对抗。你老三都搞不赢，不可能的，他们俩应该都狠了。对呀，他俩体重差不多，体重差不多都可以有的一拼。小胖加油，拉拉队，拉拉队的。让僵持，看谁没劲儿。又有僵持住了，僵持看谁没劲儿，总有人没劲儿的。对的，总有个人没劲儿的。这打阵地战子。哎，有戏有戏啊！我操了！哎，起来了，小鲁班起来了，好好好，好，力量性的对抗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力量性的碰撞啊，力量性嘛，僵持住了，又僵持住了，同一个人没劲儿的。哎，这种陷入拉锯战了，对的，拉锯战了，这一方会没力气的，趁他病压他命。哎呦，我操，小鲁班还是有点力气的，我操，哎，拉了队，拉了队，拉了队的。快了，快了，快快了，快快快，一点点。都没劲了，都没劲了。不能消极比赛啊！他已经没劲了，已经。双方打平手啊！双方打平手，我宣布打平手啊！好，可以了，休息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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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可以啊，这不打平局啊，打平局啊。嗯。我以为这个队长挺厉害。本节目由侏儒山食用油独家赞助播出。我操你个大爷的，谁他妈想的，我操！打了三回合，打了三回合，所以说要一击毙命，知道吧？目前比分是多少，兄弟们？要冲，这个要冲。好，这一轮是。你不冲，等着别人。这一轮哪边出人？这边先出人了。好，大林出列。好，大林出列，来，大林。有谁迎战大林呢？没有赢过他，害怕了。大林还是有实力的，可以的，大林。他都不敢应战了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应战，直接输啊！老咩子来了。好，老妹子来了，好。那边先准了啊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都一样的，走一个人出。来吧，不说了，这把我压老妹子出。大林，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的？手一定要用力往前顶，对对，不用太大，这样就是。
没反吗？没反。他说让你死，这把直接起。我撑死你！我擦了，是吧？好。倒了以后啊，把东西再用力把它顶起来。对，撞。他对你很不爽，他说这把他输不了，你必死。老子，这是叫什么？废物三人组。哎呦我操嘞！这把嘲讽你有点厉害，这把嘲讽有点厉害。他说你是废物三人组，里面只把你撞飞。你他妈才是废物呢！我操嘞！好，我操，这把的话起得了。他说你才是废物，我操。我又是 FW， 我是发威，你是废物。他是发威女团，你是废物女团。好，双方战火已拉开，准备，三，二，撞。哎呦，这把抓的有点凶啊！我操，我这个还是打出气来，这把我操，我操危险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好，机会机会机会，机会机会机会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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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，面面加油，面面加油，面面加油！哎呀，再来一下，面面，再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说？手一定不能松这个、啊，不能松，再松就是判输。好，你只能站这里了，你站这里别动，你别动，你站这里别动。好，你可以退退三米，你选地方，你可以选地方攻击他，你可以选地方攻击他。好，你可以往后退，你只能站这里。手松了会很危险，在里面。对，你手枪不要松，手枪可以了，一直扶紧。对，手不能松啊，手不能松啊，扶稳啊。好，准备好。啊。可以了，妹妹就站这里。累的，任意球嘛，他任意球，他站着不动。你这把不能动，因为你刚才犯规了，你手提开了，你不能动。他可以冲，你就是对抵抗他，他撞你，对他撞你，防御姿势。你可以进攻他，你可以冲刺进攻，他只能防御，懂了没有？对，咱们还是有规则的啊。好，撞他，预备，不能跑，我操，跑，好。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不能跑，对，你不能跑，对，躲都不能躲，不能躲，别让他撞，对的，安全第一点。完了，没劲儿了，在这里防御顶着，对，你防御顶着他，顶着他来看，防御把他顶着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说了不能动还跑，你把脚张好，两腿张开，对的，好，顶着，顶着，顶着，防御，能冲多远你就冲多远，能冲，对，战术开始了啊。好，老鞭子的快来了，来力气了，这把要用心了。好，他不能动。好，预备，第三回合冲，撞飞他，顶住，撞飞。好，我操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进攻，进攻，我操，哎呦，我去，我操，我操，快快快，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，加油，耶耶，加油，耶耶，好，我操，好好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。老咩子获胜，既然老咩子竟然能赢了，这把我操有点不可思议啊！本来劲儿就很大，我去看不出来呀，老咩子有点东西啊，老咩子。气死我了！谁是废物？他妈你是废物！你们，你也是废物！你是大混子！大混子！他们出人！我操！他们出人！我操！来，因为这一个 FW 人导致，导致全力以赴啊，牛逼啊！好好，上。好，这边是谁啊？苏梦兰是吧？有点意思，我以为吕布天下无敌，这是谁的部将这么狠？我那个天才输，穿转个圈，转圈。苏梦兰对战天才费，兄弟们。然后双手扶着这个扶着，不能松啊。对，跟他说一下规则。我倒的时候就把头缩进去，好不好？你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的？刮破两打的就是你。哦，好嘞。好嘞，他说你是臭三八，就干的就是你，好狠呐、啊，看不看？今天干不飞你，我用老嫂子的烟头烫烂你的血头。我操嘞，太狠了呀！我操嘞，这把有点凶啊，他这把要搞死你、啊。不要忘了，老子是苏老三。我操嘞，牛逼呀、啊！他说这把的话必须让你死，我的天哪！怎么说？你装什么逼呢？我操嘞！我操，好狠呐、啊！他说你装什么逼呀、啊？你这把完了你。
你完蛋了，你别好行，装什么逼，我操你！好，准备好，三、二，冲，冲出快点！哎呦，我操，这把装的机有点狠呢、啊！我操，果然传话有用的，兄弟们，传话有用的！哎呦呦呦呦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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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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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完了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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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！哎呀，好。这把属于反杀，他整个人在这里面，他只有球的三分之一在这个绳上面，属于反杀，正常反杀。恭喜孙文朗获胜，压线正常，要出线。好，要出线，一定出线，这个就属于出线了，一定出线。我刚才看着好像在里面，人整个人都在里面。对，没有吹哨就没输，对的。目前比分是几比几啊？啊，三比三平呢。啊？有一把是平局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们多一分。三比三七局正好打平了一分。一共九局嘛。对呀、啊，一共九局。还几个没出来？还几个没出来？两个。你们还几个没出？两个。你们还几个没出？两个。两个是平手吗？现在？哦，四比四啊。四比四平了，好嘞，来吧，好嘞。这把的话标子上，这把小玉的话说什么？四比四啊。那边还有谁没出？好，小玉这把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？干死个臭标子！我操嘞，你这臭标子！彪子，对方发了，先不用钱，先不用钱。对方说了，你这个臭彪子要干的就是你。我他是谁呀、啊？真不熟，臭三八，直接解冰，弄死他。我操嘞，这个狠，直接解冰。他说你臭三八，直接给你解冰了，忍不了你一点。臭三八，干干好，双方都骂对方是臭三八，不说了。他不知道谁是三八。对，准备好了没有，彪子？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干干干！哎呦，这把装进去，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拉了队拉了队拉了队！我操！小玉各个角度攻击。我操，牛逼啊！打得有点狠，再找攻击角度攻击。哎。我操，打得不可开交，我的天哪，罗翔攻击，对的，好，逆天性对抗。严查标至少有几年的碰瓷机，几年碰瓷机。
烟茶标的至少几年的缝子街呢。要不吹哨吧。哎，战术战术战术，我操，这战术可以啊，然后退了一步直接摔倒，还是有战术的，有战术的，有战术的，有战术，不要浪费力气。这他们要不会还是会平局吧。喂，哎哎喂，我操，拿了这，拿了这，拿了这，还差一点点，加油，就一点点就出去了。好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好，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，就一举拿下。好，一点点机会，好，机会就够，转转。好好好好。好。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我操，牛逼。我操，累了，累了吗？哦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啊，累不累，表子？气喘吁吁的，我操，有点狠呐、啊！我操，我操，太累了，这个，这是真累，这个。好，目前是5-4，五比四。好，这轮的话，双方是选手。这边的话，你是小胖这一队的是吧？好，这个也是狠角色，对方是谁啊？小青天，这个情况不妙了，是吧？情况不妙，这把情况不妙。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的？谁碰干呀嘞？我操嘞！我操，他说你死八婆，你让你扑该，你忍忍。等你老母肥呀，臭三八！我操，你这 DJ 有点狠呐、啊。他说顶你老母。顶你老母肺，臭三八！是吧？我给你一耳屎！给你一耳屎！我操了，这把有点升级了，扑街老母屎！他要给你一耳屎，你能忍？寡婆娘，别再狗叫了！我操了，这能忍？他说你是寡婆娘，说你的话别在这狗叫。死吧！好，行。来，双方选手，双方选手准备往后退一点，今天这边已经挨着线了。好，准备三二咚，我操，这一波撞击有点大。哎呦，勾勾勾勾，我操我操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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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加大力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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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危险机，好，趁他病要他命，趁他病要他命，趁他病要他命，加油！哎呦，旋转过去，我操！哎呀，哎呦，王岩好狠的，王岩有点东西，王岩有力气的，王岩，哎。王岩有点力气了，王岩有力气了。兰兰真的猛啊！你以为猛将退步再撞他？力量型对抗，力量型对抗，力量型对抗，力量型对抗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！双方已经定住了，战术调整战术，一击必中，陈哲一击必中，一击拿下，调整战术，一击拿下。我的天，双方僵持的不上决胜局，决胜局了吗？这是最后一个了是吧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决胜局了，你赢了就赢了，你要输了就平了，输不了一点，加油啊，完了完了，哎危险，哎危险危险，我操我操我操，哎就滚那边去了，牛逼啊，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，这个我操嘞，双方的话力量型对抗啊，有点狠了、啊、这力量型的对抗，兄弟们
难道有加时？不知道啊。好，先分开，先分开。好，双方分开，带领分开之后再重新撞，退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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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准备第二回合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整理一下，准备第二回合。我操，有点猛啊，大哥。好，准备，再次准备，预备，起攻，冲！哎呀，看来力气都不行了，不接着不行，老是僵持住了。我操！拉了队，拉了队，拉了队！现在拉了队的重要性。我操！打平！哎哎！一念心的对抗，一念心的对抗。转，对，侧面转过来。我操，打得真的精彩！我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好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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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今天，加油，注意点，哎呦，今天加油！我操，打得有点，哎，快，快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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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腿，腿，腿！等会儿，手累着了，手累着了。这怎么说？还是点球，点球，点球啊啊！那他只能站那里不动了。对，你可以找任意地方攻击他，好吧？你自己选个地方攻击他。晴天，他手他不动，使劲把他撞出去，就一站在那个，你别冲啊！你出来干嘛呢？就一直接直接冲过来，头往前直接撞。没事，你就站在最后面，再往后。输了，对，其实按道理来说，给他一个点球机会吧，站在边上。上一把不是还是点球？上把也是点球，上把也是松了点球，站着别动，你往后退点。退点，好，站着别动，好，站着，站好，你不能动啊！他撞你的时候你不能动，你只能防御，你只能防御啊！站好，你撞他肯定中，你可以全力以赴撞他，好吧？他只能防守，好，准备，预备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快飞一点，没跑起来，今天，我操了，灵活，给他机会。我操，打得越久越累，要么一撞一把精神不快差不多。拉了队，拉了队，今天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传话，陆奇直，今天往后倒，往后倒，往后倒，我操嘞，我操！往后站，别往前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等他一动就等他。小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马上出去了，马上出去了！他的那个脚，楠楠加油！楠楠，加油！越来越壮了！我操嘞，牛逼啊这！差不多了，坚持这么久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应该。
平局。OK， 休息。对的，这你群娘们真狠呐、啊，估计主要放号放的有点狠了，都拼了。好，可以出来，赶紧休息一下。还有谁没上吗？赢了，我们就赢了呀！我们就赢了。你们赢了吗？对，你们都赢了。OK， 好。好，最终以6-5的形式赢得胜利，是6-5啊，5-4吧，还是6-5？恭喜小胖队获胜，恭喜你们，每人获得2积分的奖励。这体力活，这个体力活。我胖就那个惩罚的话，你是惩罚他们什么？我们喊救命吗？喊救命！什么？他们说喊秘密。我觉得也可以。我们算了算了吧，做人有一点对，啥问题？上面说好了。最后环节，惩罚什么？待会儿想好再说吧。然后我们那个马上要打9连终极战了，10:50了已经。没有时间了，马上要分组了。算了吧，让他们先走吧。算了吧，让他们自己互谈吧。互谈，互谈，走吧，自己互谈啊。自己互谈。我们今天很使劲，我们监督。好，到上面去集合吧，把音响搞定，上面集合吧。小胖队，小胖队。给我吧。给队长，给输了一队，每人1积分吧。确实，这个确实体力活累，安慰奖嘛，好吧。赢了2分，输了1分，这一把确实难。好吧，娱乐至上，娱乐至上。正在参与。对的，对的。给输了一队也一人1积分，好吧。娱乐为主。马上要打 PK 了，兄弟们！打嘴炮的话，我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无敌；但是打鱼翅的话，我这兄弟们也是无敌，就牛逼了，兄弟们，好吗？接下来的话，所有兄弟全力以赴，打嘴炮、键盘侠都是无敌的状态。如果能打 PK 也是无敌，战无不胜，那就真的牛逼。如果不行，咱们就那个，惩罚是由赢的一方那个去定。我们来看的就是娱乐，对的对的。兄弟们，珍珠贝的话帮我丢一下吧，兄弟们。看了这么久，看得开心，珍珠贝丢一下吧。珍珠贝丢一下，珍珠贝丢一下。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把那个珍珠贝丢一下，珍珠贝丢一下，帮我们保进前10吧，兄弟们，保进前10。所有的兄弟有珍珠贝的，帮忙丢一下，辛苦，这个应该是不过分吧，兄弟们，珍珠贝应该不过分。大家所有兄弟把背包里面珍珠贝全部丢一下，全部丢一下，珍珠贝全部丢出来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第11名，兄弟们，11名，帮忙丢一下珍珠贝，帮忙丢一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珍珠贝帮忙丢一下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，感谢感谢，感谢路过哥，谢谢我路过哥的深海探秘，谢谢我路过哥，感谢各位大哥的珍珠贝，谢谢支持。唯一一个户外，兄弟们，这是荣誉，兄弟们，这是荣誉，唯一一个户外，全是游戏主播，咱户外主播挤进去，兄弟们，所有兄弟。
有那个珍珠杯的全部给他丢进来行吗？全部丢进来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，全部丢出来，珍珠杯梭哈欧印，兄弟们，没有珍珠杯的记得签到一下，记得签到一下，签到一下，签到一下，把珍珠杯全部丢一下。我们现在还是第十一名，还现在还是第十一名，兄弟们，我们跟上，感谢各位大哥，有珍珠杯的大哥们全部欧印清空梭哈，打上去，兄弟们，对，把珍珠杯全部清空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。游戏也看了一整天的节目，大家看起来还是比较愉悦的，这个时候大家伙一起把珍珠杯丢一丢，辛苦了各位兄弟。对，把珍珠杯全部丢掉，全部丢出来，找一下背包里面有珍珠杯的全部清空欧印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。这把全部上上去，珍珠杯全部上上去，打了个点了个探秘，兄弟们，所有兄弟待会点探秘，搞点珍珠杯支持一下。还差一点点挤进前十，还差一点点挤进前十，再挤一挤，再挤一挤，再冲一冲。背包里面有珍珠杯的大哥们搞一下，兄弟们，大哥们背包免费的贝壳可以梭哈了，日榜前十有丰厚奖励。对的，珍珠杯急需珍珠杯，大哥们全体都冲一下，欢迎肥美哥，欢迎所有珍珠杯全部清空欧印，马上第十名了，兄弟们，再往上面冲一冲。谢谢我路过哥，改路哥，对，珍珠贝赠送那个秘境就可以获取很多的珍珠贝，然后把票大家一人送一张盛典游园那个卡给他送一下，给宇哥的话打个卡行吗？送一个票，投票投一下，给宇哥投个票行吗？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第十名了，还得冲一下，兄弟们，还得冲一下，不能停，珍珠贝不能停，兄弟们，还得冲一下，珍珠贝还得往上面冲，第十名不稳，再冲一波，感谢各位兄弟。喂。集合，晚上打酒店争夺战即将开始，所有人集合，兄弟们秘境可以走走，兄弟们秘境走走，兄弟们背包有珍珠杯的送一送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，感谢感谢，辛苦了各位兄弟，你第九名就差一万多珍珠杯，搞起，好嘞，感谢各位大哥，报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八个，三六一十八，三六一十八，正好六人为一组，然后前三名晋级，后面三名留下。对的，现在是十八个人，每六人为一组，前三名打出九个，九个给我打两把。听妹妹搞过去的吧，那个搞过去的，搞过一个，搞过去的。好，搞一个吧。那就每一组的第一名直接晋级酒店，最后两名直接插出去，没有机会。中间三个人抽出来，好吧？第一名争取冲第一名，第一名直接晋级酒店，也许一千块就有可能晋级酒店。算，小翅膀是永久有效的。好吗？第一名直接晋级酒店，最后两名直接插出去，中间三个直接抽出来。先把有实力的给他插走行吗？不然打得有压力。好的。每一组的第一名。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。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出列。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出列。来来来，你们找个人。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出列。
咋了没？好，你们去，你们去。好，第二个。我每天都咋了没？黑色的一二三四五六。黑色的一二三四五六，出列。看到了吧？还有我输。好，你们六个打。好，剩下六个人打。过去身后你剩下六个去打。剩下六个打。第一名直接晋级酒店，好吗？中间两名，中间三名留下来。最后两名直接插出去。哎，你的八点哦，不是。满头大汗的玩的，我去。那为什么我是红的？我这个也是红的。九香，九香。第一名，第一名晋级酒店啊，中间三名留下，最后两名直接插走，好吧？贝壳差八千第七名呢、啊、贝壳差八千第七名，再冲一波，兄弟们。不是，第一名直接晋级酒店，中间的三名留下来打第二级晋级赛，最后两名直接插出去。懂我意思吗？大哥们的背包的贝壳可以梭哈了，晋级日榜前十。大哥们的背包，免费的贝壳可以说哈，感谢各位大哥支持。兄弟们，背包的珍珠贝送一送，感谢各位大哥，珍珠贝全部清空，兄弟们，抬一手。马上我们第七名了。这个就是拼的人多，兄弟们，就拼的人多，我操的，人多就牛逼。我们现在已经第七名了，兄弟们，已经第七名了，我们再往前冲一冲，再往前冲一冲，兄弟们，我们再往前冲一冲，给宇哥挨着一起，好吗，兄弟们？再冲一波，给点珍珠贝，兄弟们，走一走，珍珠贝全部一步，兄弟们，珍珠贝全部清空，全部清空，打到第六名这个地方，挨着宇哥，好吗？全力以赴，差的不多了，还差十五万，差十五万。如果没有珍珠贝的兄弟们，可以送那个礼物，差距很小，再上一上，对，差距太小了，兄弟们。差距太小了，兄弟们，多搞点，继续多搞点珍珠贝。嘟嘟，拿个充电宝过来，充电宝。兄弟们，珍珠贝给点吧，求求了，珍珠贝全部清空一下吧，兄弟们。能争取的话，拿点那个，拿点双倍也可以，也不错的，我觉得。拿点珍珠贝，我们现在117万，什么117万，凑一凑还是挺多的。谢谢秘境，感谢各位大哥们的秘境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。天赋签到都点一点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。此时此刻，兄弟们把那个珍珠贝全部清空一下，珍珠贝全部清空一下。感谢我肖用户大哥，谢谢肖用户大哥，谢谢肖用户大哥，感谢大哥，谢支持。
谢谢各位大哥，感谢支持，咱们珍珠贝全力梭哈 all in 搞出去100多万，操了，打了100多万的珍珠贝，牛逼！兄弟们太牛逼了，100多万珍珠贝。等会儿，还差11万，行吗？还差11万。那个6000，对，买了，买了，别紧了，买了还有排第一呀。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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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大哥们的背包免费，贝壳可以说哈，日榜前十有丰盛的奖励，感谢各位大哥的珍珠贝，谢谢兄弟们，感谢支持，感谢贤哥，谢贤哥的支持，大户12点帮忙守塔，大户12点帮忙守塔，直接打进去嘛，直接全部打空，兄弟们，直接把珍珠贝全部打空，全部都是游戏主播，兄弟们，全游戏主播，就咱们乱入进来了，牛逼，还是可以的，挺强的，兄弟们，很强。这就是拼人多，人多就牛逼，我操嘞，人多就能晋级。这是高压锅的牌面，兄弟们，高压锅的牌面，高压锅的牌面，121万了，兄弟们，121万，牛逼，兄弟们，再冲一波，121万，冲到130万靠谱一点。有珍珠贝的大哥们，不管有多少个都可以点一点，兄弟们，珍珠贝。不管有多少都可以点一点，也是支持我们一下。10个游戏主播，红红小小乱入进来了，兄弟们，牛逼！我操，太牛了！牛逼呀、啊！我操！海洋之心不冲了吗？海洋之心呢？有海洋之心也是可以的，哥。海岸之心也是加辣里面的是吧？海岸之心也可以啊，兄弟们。海岸之心要大户才行，高压锅大户少，高压锅大户少，不是大户少，大户都丢了，兄弟们。他们有海岸之心也丢了，兄弟们。谢谢各位大哥，感谢支持。海岸之心应该长得比较猛一点，应该是，我操。探秘差不多了，书包，书包要的没必要，不要书包，开过去一起整一波就行了，咱们凑一凑就能上去，可以的。珍珠贝啥的搞一搞够了，挺好。海洋之心排16，海洋之心也有排名吗？我没注意看，就考珍珠贝，可你妈卖皮啊！海洋之心纯纯的是大户玩的东西。兄弟们，刚才一个大哥送了一个卡丁车，丢了，丢了吧？丢了吧，一会儿过期了，对，一会儿过期了，兄弟们，全丢了算了，兄弟们，免得过期了，兄弟们，全部丢了，珍珠贝全部丢了，兄弟们，免得过期了，冲一波，操了，干！感谢各位兄弟，谢谢我幺幺哥的海洋之心，感谢我幺幺哥，
谢谢，我要一个的29、30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6个海洋之心，谢谢，我要一个的40、42个海洋之心，43个海洋之心，谢谢，我要一个，我操牛逼，感谢我要一个的43个海洋之心，我操牛逼。我操，幺幺哥那么多，开玩笑，幺幺哥攒了这么多，全部送给我们了，兄弟，谢谢我幺幺哥，感谢我幺幺哥支持。哎呦，今天的话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，谢谢我天佛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支持。12了，有机会啊，排12名了，兄弟，有海洋之心的也可以丢一下，海洋之心、珍珠贝都可以丢一丢，兄弟。感谢各位大哥，有海洋之心的还有珍珠贝的都可以丢一丢，感谢各位大哥。海洋之心前十也有一张黄金双倍卡和一张 VIP 卡，海洋之心的话我待会问一下看看，大哥来的话问一下看看，海洋之心走一走，要送飞机或者百年才有海洋之心，送飞机和百年才有海洋之心，兄弟们。哎呦，说话的说的累了，我操！你说豆子呢？给我。谢谢各位兄弟的珍珠贝，感谢支持。什么？你和珍珠贝说话充钱时为一个换？对的，充尽量充钱时啊。名人堂记得投票给宇哥，名人堂记得投票给宇哥。125万，兄弟们，我们距离第六名的话只差7万了，兄弟们，第六名只差7万珍珠贝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海洋之心的话，那个，那个就可以上榜了。谢谢坚决不白嫖大哥的盛典通行证。送完盛典通行证之后，每个人送一张盛影通行证，然后获得票数投给宇哥，给我宇哥加加票，兄弟们，马上要结束了这个活动，冲一波，冲一波，冲一波。小号签到5次也可以上，小号也可以上一波，兄弟们，小号也可以上一波，给我们高腰锅337毛丸助力一波，冲！谢谢各位兄弟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感谢。海洋之心珍珠贝，大哥们任意人，小红给你们磕头了，咚咚咚，对的对的，摆完了吗？等我上厕所去，不行了，先把尿给上了先。骨头帮我看一下，骨头，骨头，打完了，他们打完了，我快点，一组跑3个了嘛，都站起来，你进去好，哇。高的 GDP 啊，好高的 GDP 吗？好猛啊嘛，有人守护真爽。贝贝那组跑了3个，对，他妈的一共就进了7个房子，就跑3个。贝贝小胖素素小胖，小胖也满了吗？准备集合了。哇，这组怎么这样，怎么这么猛，兄弟们。这哪个大哥给我送了一个这个，保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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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都跑5个了，我操，跑5个了。红哥，你这再不守住就干了，你跑5个了，跑5个了都。我操，危险了，跑5个了，玩鸡毛，我操，还没开始就跑5个，这玩够吧，这怎么搞，兄弟们？这明天只把要第15个忙了，已经跑5个了，兄弟们。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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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了。有没有房管帮忙进一下？帮忙进一下，房管在的。
管管去跑操去了嘛，都去看他们 PK 去了都。抓不住，抓不住，抓不住。别打太快了，兄弟们，别打太快了。好了，把手机拿过来。压抓不住。抓不住啊！你们天天打弹幕，我也抓不住啊！你们打太快了，弹幕根本就压制着，现在打太快，根本抓不住。报数。每一组的第一名站前一步，打满了向前一步，靠左边。小翅膀打满五千就出来了。我打了个羽毛，五个人啊，就这五个。过去，拿五个。打多少？大林打多少？八千。打多少？行不行？打了3800。三千打多少？6000多少？五千打满了，打多少？10000，我操！挤过来，老张子过来。挤过来，老张子。啊，每一组的最后两名向后退一步。每一组的最后两名向后退一步。这一组OK， 剩下的靠过来。我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个。你怎么变成七个了？这么多进酒店的。七个，我看一下，走三个，哪两个？是对的，是七个，是对的。这七个。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就这里切过来吧。好，就这里切开。来，姑娘拉，一二三四，我先打你们四个。十分钟之后我找你们三个，找你吧，我的妈，你找你啊。超过我的分数去酒店。超过你的分数进酒店是吧？对的。兄弟们，这一把超过肖哥直接进酒店，或者是打满小时吧。对。1800，可以，行。直接进酒店。等会儿大哥方便，等会儿帮我说他，让他们先冲，可以吧，哥？打营销哥直接进酒店。让他们先冲，待会儿的话，那个实在不行，我们守一会儿吧，哥。你看行，哥。小时榜 B， 帮我说。不是，我小时榜5000块钱，哥你就上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哥。可以的话也过一，我们先上分。小时榜。我们先冲分，先上分。两个超火，他们。他们要投对吗？他们要守他。怕毛线，我是兄弟帅。哪里啊？我是你兄弟帅了。大毛线，我是你兄弟帅啊。帅什么？好嘞。好，等一会儿帮我守塔，哥嘞，等会儿帮我守塔，坚决不出门跑啊！哥哥们，等会儿守塔，有超过肖哥，好猛，我们就可以去酒店了。感觉好猛，比我们牛逼，我们高压锅这么多兄弟吃住了吗？咱们上分。我们只要这把超过肖哥就可以吧？我们试试磨合吧。已经跑了五个了，兄弟们，还能让他们跑？哥哥们，磨合呀！冲一冲，兄弟们！要么打满了跑，要么就那个。磨合，兄弟们，我们试试磨合。我操！谢谢，就是感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我操！谢谢我帅哥，帅哥。感谢帅哥，感谢我贤哥小画家，谢谢大哥，感谢。哥们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冲！嘎嘎白。谢谢，感谢帅哥，谢谢帅哥，谢谢我帅哥，谢谢哥。我操！兄弟们，走起，冲！我们一起冲！全力以赴！要出会议了！谢谢我杨哥的海洋之心！感谢！谢谢我！兄弟们一起上分了，兄弟们全力以赴上分了，各位家人们上分了！我们一起试磨合。这个时候上分更待何时？
感谢秦亚船长，感谢。这把一个都不能送走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打满去走，全力守护。这个时候还小弟我一手忙一天了，你们一整天了，一整天了，学们。我们只要唱肖哥，兄弟们，我们商一商吧。穿扯丝袜。一个人只要一个人超过肖哥了，那个人就是小皮猪。一个人超过肖哥，谢谢小皮猪，感谢小皮猪。欢迎墩墩，今天磨合真的很白。谢谢福建王子的沙滩卡车，感谢福建王子。我们的上一轮兄弟赢着办卡都可以打出无敌的状态，大家不能袖手旁观，打谁给打过你一记，兄弟们都不冲。小红很难受，是吧？一人一个办卡，也是支持让家人们团结。冲！爸爸，我能置之不管，感谢大哥，谢谢我武三大哥。只要一个婚礼，我没有什么，没有人可以靠，没有大哥可以守，只能靠兄弟们凑一点，兄弟们。一张办卡应该可以冲一波，兄弟们。再吃几手吧。这么多兄弟，一张办卡都能无敌，你们。谢谢我用户的磨合。不能袖手旁观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无聊过客，谢谢我们的至尊宝护卫。爸爸，这把我们要打不消哥，支持感谢四分大哥。感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支持，感谢感谢。谢谢用户的山水磨合。谢谢肖用户的山水磨合。谢谢用户的音乐盒。谢谢肖用户。感谢。这么多兄弟，一人一张办卡，咱们都能打出一片天地出来，不能袖手旁观，全力筹资。今天磨合特别白，谢谢迎着希望大哥的盛典通行证，感谢支持。好白呀！五四三大哥的重新教堂，谢谢五四三大哥，感谢支持。真的好白，谢谢陈哥。这么多兄弟兄弟们，他们怎么也得抵一手啊！兄弟们，全部给我抵一手！真的差的不是很多。抵一手，兄弟们，抵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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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白，我们一起试磨合，兄弟们一起试磨合。十块出城堡，十块出游轮，嘎嘎出！感谢我纯哥，感谢纯哥，谢谢我纯哥，感谢我纯哥支持，谢谢纯哥。谢谢纯哥，感谢纯哥。又上来了，兄弟，加油！欢迎小哥，谢谢小哥，谢谢九五六大哥，感谢支持，感谢。要出婚礼了，谢谢回忆哥的办卡，感谢哥。回忆哥，点个办卡，感谢。兄弟们一起点一点，一起点一点。谢谢九五六大哥，感谢岁月哥，谢谢岁月哥。差的不是很多。感谢康栋哥的小画家，只要打过肖哥就够了。谢康栋哥的小画家，给康栋就差两个火箭，感谢康栋哥，感谢谢谢陈诚哥，感谢陈诚哥，第二个潘多拉魔盒，一起点，谢谢小画哥，谢我艺术哥的盛典飞机，感谢康栋哥的小画家，谢谢康栋哥，谢谢康栋哥，谢谢雪花哥的潘多拉魔盒，感谢，谢谢艺术哥的飞机，感谢，搞一个这么多兄弟不是摆设，兄弟们，一人办卡无敌，我操，这么多兄弟无敌办卡，他在我旁边没法比，抬一手吧，兄弟们，该出手是可以出手，操，这还不手，跑了五个了已经去了，跑了五个了，跑了五个了，你们冲一波。谢谢我墩墩的小画家，他们打满就让他们走了。千年婚礼要来了，他们没有打满的话，我们不能先守一把，守一把，兄弟们。他们有一个超火要偷塔，兄弟们。先打 PK， 兄弟们，先打 PK， 兄弟们，其他活待再说。谢谢叶哥的山水助攻，感谢叶哥。感谢，我们一起在试量。谢谢叶哥的山水助攻，感谢叶哥。谢谢用户幺。一起冲一波，兄弟们，凝聚力量，兄弟们，一毛也是力量，兄弟们。千年要出啦，婚礼要出啦，欢迎我鲜肉哥，点点磨合吧。欢迎我鲜肉哥，欢迎鲜肉哥。没了吗？鲜肉哥已经刷了，他没货了。全部给他留一手，兄弟们，全部留一手，留一手，兄弟们，留一手。他没有超火了。哦，我嗓子好痛。先打 PK， 兄弟们，先打 PK， 兄弟们。
新塔 PK 咱们手一把，兄弟们已经跑了五个了，剩下全部留下吧，真做了一点，再点两手吧。打满的话，这把又怎么跑十个？昨天跑十几个，我真的很急，兄弟们。稍后一双还能偷，能偷可偷可偷，就差一千，差两个火箭。感谢兄弟们，真的超级划算，哥哥们。谢谢我狼哥小画家，感谢狼哥，谢谢狼哥。谢狼哥，谢狼哥，谢狼哥的小，谢狼哥，谢子爷回忆大哥的盛典通行证，感谢子爷回忆，感谢，谢子爷回忆，谢柔情之蕊永乐的支持，感谢永乐哥，感谢，兄弟们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高压锅这么兄弟不抬小弟一手吗？兄弟们，抬小了弟一手，兄弟们。谢谢802大哥的小画家的画儿，谢谢叶哥的平南相望，感谢叶哥，谢谢叶哥的平南相望，感谢叶哥，谢谢叶哥两个平南相望，感谢叶哥。我操，好多啊，兄弟们，牛逼！我操，百年瞎出，一顿出，感谢叶哥的两个平南相望，感谢叶哥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操，这么出，谢叶哥的山水厨房，感谢叶哥，今天磨合特别白。很欧气，感谢叶哥，快出了个城堡。谢水晶鞋，今天感谢一些你不懂白的美大哥的潘多拉魔盒，谢谢叶哥的山水光，感谢哥，很欧气，感谢叶哥，感谢哥。我操，大哥出手就是威力无穷，我操嘞，你们兄弟们摇旗呐喊就是干好吗？啊，连出了两个平安，谢谢陈哥的魔盒，陈哥出个城堡。感谢支持，感谢雪花哥，对吧？实力压制，兄弟，实力压制。谢谢叶哥的千年相守，感谢叶哥。我操，牛逼！我操，全给我死！我操，牛逼！我操，感谢叶哥。我操，我操，感谢叶哥的千年相守。绝望，绝望，这拉满了走。啊，来，牛逼，拿下！谢谢叶哥，感谢叶哥的千年相守。我靠，太牛逼了哥，太帅了哥，帅，就一个字，兄弟们，牛逼！我操，品千年相守，平南相望，嘎嘎出，好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好起来了，再是两手，咱不绝望，看怎么超我，走不了，太牛逼了，感谢叶哥，感谢叶哥大气牛逼，感谢叶哥。我操，太白了，兄弟，太白了，兄弟，叶哥牛逼！啊，太好了，这一波枪给他打暂停了，漂亮！多了是不是打满了？满了吧？今天好好都满了、又跑了一个，跑了五个了，兄弟。谢谢我永红哥，六个了吧？已经跑了六个了，已经跑六个，房子已经预定多少个了？有永红哥的两个，今天多订了一个八个。婚礼了，还有五个。今天还多订了一个，得八个嘛。我操，太牛逼了，感谢叶哥，谢谢叶哥支持，感谢叶哥，叶哥太牛逼了，叶哥，我操了，搞不过，搞不过，妈的，他不出千年还是能搞搞的，他一个千年怎么搞啊？怎么搞呀？谢谢永虎哥，他这太还多少秒？请要结束，好嘞，先打 PK， 不要讨论其他的，你们打 PK 干就完事儿。他点了说到做到，给你砸给你。叶哥牛逼，叶哥敞亮，说到做到，牛逼。我们小刚已经5300了。叶哥上次说了，必须给我搞个千年出来，搞出来了，牛逼，叶哥。3000，我们说干就。好，下一组来了，还有。给全力以赴了，就三个了，兄弟们，这三个我守一守，去六个了是吧？对，去六个了，去六个了，兄弟们，这把的话，这两个三个的守，兄弟们三个守住。这三个帮忙守一下，帮忙守一下，帮忙守一下，兄弟们三个守一下。这三个帮忙守一下，各位大哥，全力以赴，最后一把 PK 冲，兄弟们上分，所有的兄弟全体都有上分。谢谢我幺幺哥，感谢瑟菲人大的小画家，谢谢幺幺哥，感谢，感谢支持，谢谢幺幺哥，感谢社会人大哥，谢谢社会大哥，感谢社会大哥，
我操，谢谢我四门大哥的山水出风，感谢我赛脸哥沙滩卡丁车，谢谢赛脸哥的沙滩卡丁车，感谢赛脸哥，感谢我艺术哥的小画家，谢艺术哥，感谢艺术哥，艺术哥牛逼下山了，感谢我艺术哥，艺术哥下山了，感谢艺术哥。对，这把真的要顶下，我操，上来了，都有实力的兄弟们，都有实力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兄弟们上分。上分，上分，压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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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压住，得压住，兄弟们，得压住，压一下，压一下，压一下，各位家人们，感谢杰克船长，感谢，谢谢杰克船长，感谢杰克船长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正道哥的小画家，感谢正道哥，正道哥，超级 VIP 怎么说，夏总？等我这把 PK 打完，我们再来搞，叶哥，稍等 PK， 叶哥。先把这把 PK 打完，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谢谢我叶哥的山水风，感谢我叶哥。叶哥，你只管上，等会儿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。只管上分，把这三个，把这三个全部给留下，不能再放人了，兄弟们。对的，一会儿再一会儿再先把这把打完。谢谢大哥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叶哥。感谢心狠手辣李先生的钻戒，感谢，谢谢李先生，谢谢李先生，谢谢支持，谢谢叶哥的小画家，感谢叶哥，谢谢叶哥，叶哥你只管上，等会儿其他事情我们待会儿来讨论，冲，兄弟们，好，有人水出的，叶哥，感谢叶哥，谢叶哥的豪华游轮，我操，牛逼，给我继续上分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叶哥太有量了，我去，太猛了，叶哥太牛逼了，纯纯的安全感十足，兄弟们，安全感十足，感谢叶哥的支持，叶哥，感谢叶哥，很欧很白，兄弟们很白，谢谢叶哥，感谢叶哥，谢谢叶哥支持，感谢叶哥，潘多拉魔盒，感谢哥，感谢，还能出十几万，这是要包月的节奏了，兄弟们，我靠，谢谢大哥的凭栏相望，感谢叶哥，谢谢叶哥的凭栏相望，给我冲，我操，太牛逼了，我操嘞，太欧气了，我的妈耶，太白了，太白了，又出了，又出了，我去，很白，兄弟们，很白，很白很白，谢谢叶哥，再次小画家还能出，感谢叶哥，今天一口气给他出麻了，全部搞出来，谢谢猫弟，谢谢猫弟，谢谢叶哥，谢谢小画家，谢谢叶哥，感谢，谢谢叶哥的小画家，感谢叶哥，感谢叶哥牛逼冲，还能出世纪婚礼，还能出世纪婚礼，大哥有量，大哥能刷，谢谢叶哥的超级跑车，谢叶哥的超级跑车，感谢叶哥，我操，出货率很高，兄弟们，出货率很高，谢谢叶哥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叶哥，感谢，谢谢叶哥的潘多拉魔盒，感谢叶哥，今天好出一口气，多出一点，谢谢叶哥小画家，感谢哥，我去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谢谢叶哥的山水风，感谢叶哥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我操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感谢叶哥的山水出风，感谢，再出一个，还能出什么，还能出大货，什么还能出大货，感谢各位大哥的大力支持，我靠，太牛逼了，兄弟们，珍珠贝啊，感谢珍珠贝，谢谢支持，谢谢叶哥的山水风，感谢叶哥，直接包月好吗，直接包月，我去，牛逼，干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谢谢叶哥的山水风，谢谢叶哥的潘多拉魔盒，感谢叶哥，牛逼就完事了，直接给我们的胖子直接包月，直接给他包月，再出一大的，再出一个大的，再出一个大的，谢谢叶哥的山水出逢，谢谢叶哥，感谢叶哥，感谢叶哥山水出逢，感谢叶哥，也很快乐，确实啊，
很欧系，已经真的很欧，兄弟们，嘎嘎一顿出去嘛，一出卧槽，老要出游轮的卧槽。谢谢诱惑八三九大哥的豪华游轮，谢谢八三九大哥，感谢，真他妈好出，给我出去完事儿，你好出去吗？谢谢八三九大哥的豪华游轮，出去完事让他们绝望好吗？让他们绝望好吗？让他绝望，再绝望。谢谢大哥，感谢这个，感谢八三九大哥的豪华游轮。让他们绝望好吗，兄弟们？拉开一个天使距离。对，拉开一个天使的距离，拉开一个天使距离。我怕，我这把怕，老彪子这把有天使，把我给秒了，兄弟们，拉开天使距离，全部留下。今天好处，今天可今天好处，兄弟们，今天好处，都被卡 bug 了，兄弟们。就是干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，干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。嘎叉十牛逼 YYDS， 感谢大哥。兄弟们，第一首，第一首，第一首，还有他们的时间，再凑一凑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有那个珍珠贝的，兄弟们走一走，珍珠贝走一走。珍珠贝走走，珍珠贝走一走。对，把珍珠贝丢一下，我们打个前十，兄弟们，珍珠贝，珍珠贝可以打个前十，各位兄弟可以打个前十，冲一波，兄弟们，所有有珍珠贝的兄弟全力冲刺一下，全力冲刺一下，我们第九名了，兄弟们，珍珠贝第九名了，全力往上面冲刺一下，全部冲刺一下。谢谢我叶哥的海洋之心，我的妈，叶哥太猛了，叶哥，感谢叶哥海洋之心，谢谢叶哥，我操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感谢叶哥，感谢叶哥，太猛了，感谢叶哥的海洋之心，谢谢之。然后珍珠贝还差一点，兄弟们，珍珠贝还得往上冲一波，这波有点不安全了，兄弟们，不安全了，还得往上拱一拱，打前十打有点凶，兄弟们，前十，还得往上拱一拱，拱一拱，拱一拱，珍珠贝搞一搞。谢谢兄弟们的珍珠贝，感谢支持。小哥需要海洋之心，大家送一送。感谢各位大哥的珍珠贝，谢谢支持。珍珠贝第九，海洋之心第十，冲呀！有海洋之心的兄弟们可以丢一丢，有珍珠贝的兄弟们可以丢一丢，兄弟们。叶哥真猛猛，叶哥太猛了，叶哥太猛了，我的天哪，太牛了！加油！还有最后一分钟，兄弟们，最后一分钟，海洋之心第八了，有的丢一丢，兄弟们，丢一丢。谢谢我艺术哥的海洋之心，感谢，谢谢艺术哥海洋之心，牛逼啊，艺术哥，卧他嘞，这么多。肖总，感谢照顾，徐不快乐，再次同呼，一路长虹，兄弟们发发发，谢谢叶哥，叶哥没毛病，叶哥。感谢我用户八三九大哥的再次潘多拉魔盒，谢谢八三九大哥的潘多拉魔盒，叶哥客气了，叶哥，感谢我们三五七七大哥的小画家，谢谢大哥的支持，感谢大哥，我操，太牛了！感谢叶哥的大力支持，谢谢叶哥。还有二十秒守塔，兄弟们，以防天使偷塔。珍珠贝上来了，兄弟们，有珍珠贝强偷印。好，时间到，兄弟们，很好，我们嘎啦第九了，我们先给他们分配一下，他们分配好了，他们去打完之后我来拉一下票，兄弟们，我们那个珍珠贝进来丢一丢，兄弟们丢一丢，我先给他们安排一下，
回味。叶哥 YYDS， 感谢叶哥，感谢直播间所有大哥，谢谢支持。叶哥太猛了，叶哥。所有人集合，所有人集合，倒计时15秒，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。站开！报数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。插一个水。好 ，VIP，OK，、okay、来去酒店的上前一步。可以啊，小胖今天去酒店了，可以了。老苏过敏洗澡去了，好嘞。还有谁？好，1 2 3 4 5，去六个人今天，好，很好。好，你们这六个人自由活动行，你们这1 2 3 4 5六个人自由活动行。多少人？多少人？多少人？啊，12个人是吧？刚好6人2个。昨天答应的千年，今天昨天答应的千年，今天就有。我和肖总的。合财呀，确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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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财合财合财。谁说的？我拉他们知道吧。谢谢老八哥的16个海洋之心，给老八哥，老八哥牛逼。叶哥太牛逼了，感谢叶哥。兄弟们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叶哥这个事情吧，兄弟们，看一下。五天超威，叶哥说，叶哥说的吗？叶哥您说，想给妹妹搞几天超级 VIP， 也不是说五天，万一叶哥的话只想让她享受2天3天了，让大哥说吧。反正我们初始是一个超火，一个超火，一个超级 VIP， 看叶哥怎么说。万一叶哥的话，说实话怕他太那个了。叶哥您说，让大哥说好吗？兄弟们，谢谢我们的冷冷先生，感谢冷冷先生，谢谢支持。大哥没说，逼都让你们装了。叶哥没说。好的，你们自行安排。自己安排。反正我看那个打的分数。我们先断了连麦，然后你等会把分数给你加上去。啊，小月。你要过来干嘛？一个位置啊。一个人一个他。等会把这个票给你加上去。一个火箭了。都去忙去吧。叶黄，请打出您尊贵的弹幕，啊，没输啊！一个要 SVP， 人家明天自己会说。感谢各位兄弟，谢谢支持，没关系。等一个来。弹幕直接给我包月。直接给你包月安排。嗯。包月可以啊，6个 W 直接开超地包月。他没有6万，包月。直接开超地给他包月好吗？他就跑了。我走了啊。目前的话是这么回事啊，就叶哥的安排的话没说话，然后的话就是如果说叶哥要宠你的话，可以开5个 SVIP 超级 VIP， 就是你连续5天超级 VIP， 有5个特权，你看一下叶哥怎么说吧。哥，那你要求大哥，大哥的话要一万一的话就不想给你搞那么多。说了要多少？那行，那我直接算了，那就给你算5个超级 VIP， 2个 VIP， 好吧 ，OK。好 ，OK。再集齐2个 VIP 的话，又可以合成超级 VIP。对对对，对，又可以合成超级 VIP。那就给你定了。你叶哥是这么说的？啊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你可以问他。OK， 好嘞。
明天住宿的我给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帅哥知道。登记一下，登记一下，登记一下。帅哥收到。这鞋超级啊！是超级 VIP， 你在那里面水果直接吃水果，爽了一瓶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你今天没去看吗？他说让我直接超级，这直接是 VIP。那都可以啊。VIP 就是今天这样的，打一个菜啊，打两个菜，一荤一素啊。我们一起谁要那个？一天吧，一天给我，一天给我。等会儿再说吧，等会儿登记，给一个大哥商量好再说，我们再登记，好吧 ？VIP 包月，对的，速度。兄弟们，我们那个珍珠贝确实缺很多，大家抽一抽，兄弟们，好吧？珍珠贝还得往上面拱啊，137万恐怕不够，珍珠贝，兄弟们，今天压力有点大啊，珍珠贝。137万恐怕有点不够。现在我们第九名，有点不是很稳的样子，怎么搞，兄弟们？梭哈了吧？还有17分钟时间，大家背包里面有珍珠贝的，直接清空 all in 了吧，兄弟们？可以吗，兄弟们？直接 all in 好吗？拜托了，兄弟们，拜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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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兄弟，咱们背包里面有珍珠贝的，直接 all in 好吗？直接 all in， 兄弟们，直接 all in。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。对的，把所有的珍珠贝全部清空，兄弟们，还有16分钟时间，最后16分钟时间，咱们清空一下。辛苦了，各位兄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140万还得充，不够，兄弟们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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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不够，珍珠贝不够，还得充，还得充，还得充，拿一个 VIP， 还有一个双倍卡，可以的，可以拿一下，兄弟们，拿一下，拿一下，不要浪费。我看一下出来的。啊，一荤一素是吧？哦，吃一点荤的，再吃一点素的是吧？就是 VIP， 不是超级 VIP。啥意思？哦，就是全是 VIP 是吧？你这跟大哥商量一下，这样我给你登记上面去，一共有多少个？20。大哥说我吃了要玩。这样我给你定一下，22个 VIP 好吧？22个 VIP 你自己去想合成就合成，你跟大哥说。我不合成。你那就不合成。就22个嘛。那行，那都可以。你到时候改变主意，想合成你就合，好吧？我不敢，他说他对。我操，叶哥不是我说啊，真的，妹妹的话真不容易，不搞超级 VIP 哪里来的画面呢？就是要排面，对，直接超威，对，超威都有排面的，对啊，肯定超威啊，超威有排面的，对，慢慢商量，先给你登记上，先登记上去，你自己想喝就喝，好吧？你想喝这4个威就喝了一个，你到时候两队都没有给我分排第一的人呢，我是两个队里分最低的人。感谢我小海龟大哥的海洋之心，感谢小海龟大哥。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是超威啊！超威多牛逼！超威水果饮料，嘎嘎的炫，无敌的。嗯。咱不配吃 VIP， 咱们吃超威。给你超威啊！超级 VIP。谢谢林妹的水哥，改水哥。好。感谢水哥，谢水哥。啊！不急，你那个。我操！谢谢我艺术哥的一大波海洋之心，感艺术哥。我操！艺术哥牛逼啊！艺术哥今天没少消费啊，我的锅啊，有点猛啊，感谢艺术哥，感谢小海龟大哥，谢谢大哥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哥们的海洋之心，牛逼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
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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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艺术哥的海洋之心，感谢艺术哥，艺术哥牛逼。珍珠贝在这块，兄弟们，真的，今天的话，12点之前给它清空了吧，兄弟们。珍珠贝给它清空了吧，兄弟们，清空了吧，再往上爬一爬，爬到第六、第五，爬到第五名那里去，再来个7万，兄弟们，来个7万珍珠贝就可以了。搞稳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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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珠贝再往下面爬一爬，没有时间了，还有13分钟时间。你们为了荣誉充10块钱点一下鱼翅新礼物探秘，可获得大量的珍珠贝，支持一下高压锅，感谢各位大哥。对，充10块钱就可以了，探秘一下，搞点珍珠贝给小红搞一搞，这是我高压锅共同的荣誉，兄弟们，共同的荣誉。共同的荣誉，兄弟们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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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各位兄弟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小布丁，感谢往事随风，谢谢小布丁，还有往事随风。对，一人点个10首啊，10块钱，对吧？搞点珍珠贝给小红送一送，兄弟们，搞个1000多个珍珠贝，10个人就10000，100个人就是10万，1000个人就100万。谢谢瓜皮哥，谢瓜皮哥，我操！好的，气球飞得有点狠，真狠！我操，牛逼啊！气球飞得远了，有点东西啊！我操，有条件了，天哪！感谢我纯哥，谢我纯哥。全都上来追上来了。都上了吗？行吧，先打这个，先打这个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打得好凶啊！冲啊！追上了，兄弟们，坏事了！我操！瞬间第八名了，兄弟们，瞬间第八名了！珍珠贝给我冲！先打比赛，兄弟们！我操！不要说其他的，先打比赛，先打比赛，先打比赛，兄弟们，全部上来了！我丢你个低级呀！对，往上顶上去，顶上去，兄弟们，所有兄弟全体都有，探秘走一波，兄弟们，探秘走一波，搞点珍珠贝。探秘走一波，搞珍珠贝，兄弟们，探秘走一波。我操嘞，我操嘞，打得好凶啊！我操你个大爷的，打得好凶啊！第八名的，第八名的，第九名，两个都是第八名，兄弟们，两个都是第八名。兄弟们，把那个还有10分钟时间，最后10分钟。两个第八名，兄弟们，天赋升级最下面两个能获得5000个珍珠贝，我操嘞！兄弟们记住啊，解锁一下给兄弟们看一下，解锁一下也得解锁一下，免费可以解锁的，兄弟们，就是你送的礼物可以解锁的，点这个，点这个，然后点一下我的职级，然后把你这下面全部解锁，这上面全部解锁，全部解锁，全部解锁，全部解锁。解锁完了可以获得很多的珍珠贝，解锁完了可以获得很多的免费解锁的。解锁完了之后，兄弟们把珍珠贝全部丢下，顺便签到一下。如果没有珍珠贝的兄弟们，咱们送一下秘境，送一下探秘走一走，兄弟们探秘走一走。投票也有很多的珍珠贝，投票也有很多珍珠贝。加油加油，兄弟们，冲一波冲一波！加油加油，珍珠贝走一走，珍珠贝走一走，感谢各位大哥，谢谢支持，感谢感谢。加油文海，加油！我操，最后一名，我操！有人欢喜有人忧。对对对，把那个探秘走一走，所有的兄弟没有打卡的兄弟们，双倍亲密度3倍上线，大家都可以打打，把珍珠贝全部清空，解锁最下面一行可以获得几千个珍珠贝。
挂，别挂。杨思别挂。看着谁？不去了吗？谢谢各位兄弟，感谢支持，改制还有最后八分钟时间，兄弟们。最后八分钟，所有在的兄弟们抓紧时间点怼一手，兄弟们怼一手。